珍珠奶茶毛巾卷。奶黄流心毛巾卷，它的浆已经涌出来了。好吃，芝麻面包，这个是发现了一个新品种，实惠料又多，鸡爪拌面。哇，有点辣辣的。
蜂蜜曲奇王室，海盐蜂蜜芝士。今天要吃九个口味的粽子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完。梅干菜扣肉，有滋滋的，香菇肉粽，这个是海鲜肉粽。
哇，看一下，笋干扣肉，好多料啊！腊肠的，哇！